请小凯，谢谢。 OK， 请小凯跟我们现场的粉丝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俊凯。哇 ，OK， 那我们接下来就请 Bobby Brown 中国区彩妆总监 Bobby 王先生和王俊凯一起来为我们的大师天团授予徽章。OK， 好，请我们的李小姐拿上我们的徽章。 请小凯把章给到我们的七位大师，丰富的彩妆经验，让我们一起来祝贺各位老师。我们摄影师来记录下。 OK， 好，接下来请各位。 移步到旁边，看一下我们后面的水晶球。这个水晶球呢，就是我们正式成团的一个启动装置，请大家把手放在这个水晶球上面，来，也请摄影师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倒计时5个数，然后标志我们正式成团开始。好，来，正式开，和我一起倒数哈，5、4、3、2、1，成团开始。 服务和彩妆技好了，谢谢我。好，你好，你好，哇，我觉得近距离看到你真的本人真的好帅，谢谢。真的是我们今天看上去帅吗？哇，他们今天很早就来现场了，好多都是早上几点就来了，对对对对。那小凯有没有什么话想跟他们说？来到这里，也是天气也在回暖嘛。 所以大家也是可以多多在外面去，<笑>好可爱，小凯，我其实我也是你的铁粉，而且我跟你还算是老乡，因为是四川的。对对对哦，没有，那我是重庆的，<笑>我半个老乡 ，OK， 然后我也是就是喜欢了小凯很多年，而且真的非常非常的帅，而且很有亲和力。其实今天在现场，我们有很多粉丝来到现场，但是有很多粉丝没有来现场，但是没关系，我们也收集到了很多他们的问题来问你。好，期不期待？ 期待 ，OK， 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就是我们在微博上面征集到的粉丝给到小凯的问题，好吗？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哇，有没有你们的名字？哇，你是第一美最美好的温柔存在，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超喜欢你，等我去见你哦，跟着你买起来，以后就用 Bobby Brown。 哇，王俊凯最厉害！哇，好棒，好棒，好棒 ！OK， 那我们今天在现场其实选了几个问题来问小凯。准备好了 ？OK， 好，来，我们来问第一个问题。 一样非常真，我们知道就是平时你上就是工作非常非常辛苦，有通告，那你的妆容一定要就持久。那再给你做这个持久妆容线，可以分享。妆前的话，我会使用石料非常好闻。对，然后是用我们的宇宙持妆粉底，对，它跟宇宙蜜粉是同一个家族，同一个系的。对，那最后定妆的呢，就当然是我们的宇宙蜜粉，也是我最常用的。 你真的好了解我们的产品，名字都没有说错。大家觉得小凯讲的好不好？你们有种草吗 ？OK， 好，那用起来这三部持妆的产品的话，是在拍《重生之门》，然后。 之前也短时间失，但是也会时不时闪。谢谢大家，好，谢谢。OK， 谢谢。好了，我们接下来呢要来玩一个互动的环节，你们的好不好？既然你们，我们有个互动的，是让小凯来跟现场的。
OK， 好，你们都好兴奋啊。OK。OK， 好，我们来给大家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呢，小凯会来问大家，就是这些问题都是隐藏信息里面。我们这边有粉丝宝宝，你们手里面拿了一个 Yes or No 的一个牌子，对不对？等一下小凯来问你们问题的时候，你们要回答。如果你觉得答案是对的，你就举 Yes。如果你觉得是能够撑到最后，能够得到小凯给你的一份礼物，好吗？但是他们如果不撑到最后，是会被淘汰。如果他们回答错了，就不能够就 OK。所以那前面四个问题，好，你们准备好了吗？第一个问题，今年是好要举牌，看到有人举 No， OK。哎，对，他刚刚确实是举 No 了，但是既然他用了 Bobby Brown， 所以就暂时一个。过这一轮，小凯真的好善良，对你们好好啊。OK， 好，算你通过。第二个问题，水感洁肤油含有植物精粹和矿物油，对吗？对还是不对呢？来，三二一，举牌。好，晋级。好，晋级完，好。好，第三轮非常宽容。OK， 好，第三轮。羽绒蜜粉只能定妆，对吗？他们都可以当老师了，你知道吗？对，要不你们来问我最后一个。对，你们来问吧，他们在你的带领下已经很了解你了。第四个。清透底妆 CP 包含的产品是虫草粉底还有羽绒蜜粉，对吗？对吗？ CP 是我们的粉底加蜜粉饼，对吗？来，三二一，举牌。不举牌就弃权咯，你们很犹豫。好，来，最后三二一，不举牌就弃权哈。三二一，举牌。来，小凯给大家公布一下答案。这个问题交给你吧，最后一个问题。对的，我们清透底妆的 CP 这个答案是 no 错的，应该是持妆粉底液加上我们的。那一大半举 yes 的去哪了？没了，好了，就是 OK 好，剩下举 no 的这些同学继续回答好不好？刚才举 yes 的就不要再举牌了，好吗？那剩下几个问题我来帮你问吧。好，你来帮我看看他们举牌的情况。好 ，OK， 监督一下你们。第五个问题来了，芭比波浪天猫超级粉丝日30周年之际。大师天团巡演的时间，请问是5月份开始吗？来，三二一，举牌。对，是4月份开始，对不对？好，再来第六道问题是羽绒蜜粉中含有的云母和维生素 E， 对吗？OK， 你再想一想。OK， 好，答案是不对，因为里面没有云。小凯已经说了，是不是妆前揉持妆粉底液揉蜜粉，对吗？对的，刚才小凯已经给大家提第一个。精油的唇膏只能做口红来使用，对的，它还可以做润唇膏或唇膜，没错。还有一个是无感轻妆的关键在于刻画光影轮廓，而非浓郁色彩，对吗？他好棒哦，他每道题都答对了，是不是透题了？是真的，你是知道题吗？太厉害了，对你真的是因为喜欢小凯，所以很认真的了解了品牌的理念和产品，对不对？好，恭喜！恭喜！那我们小凯，我们要给他一份礼物，好不好？好。好的，我们要给他一份，就是你代言的这款产品，哇，真的超级棒。这就是小凯给大家准备的羽柔持妆粉底液，这款也是你很喜欢的一款粉底液，对吗？是的，非常喜欢。是的，哇，我觉得这个海报真的超级帅，大家觉得帅不帅？是，我今天走到这个当当百货，看到你的这个广告牌，我都被震撼了，超级帅。谢谢。OK。而且这个持妆粉底液，它其实对于我要推荐一下，就对于油皮来说，在夏天真的非常适合，因为它控油力很强，你的 T 区用完之后，甚至都不定妆，它都能够持住，而且也不拔干，非常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在夏天来使用的一款持妆粉底液，好吗 ？OK， 好了，所以大家其实还可以去我们的天猫旗舰店去关注更多品牌的活动。好了，我们的活动到这里呢，也快要接近尾声了，那。
没关系，我们还有一个环节留给小凯和你们一起拍照的环节。那我们先请的是要请小凯和我们今天的嘉宾一起拍一张照好吗？好。好，我们先要请的是 Bobbi Brown 的品牌领导，首先有请雅诗兰黛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Bobbi Brown 中国区副总裁许贝琪女士。你好，徐女士，请这边请。以及新世界大丸百货党委书记、常务副总经理华海良先生，有请华先生。还有，对，就请两位和我们小凯一起合影一张。好，那我们摄影师准备。哇哦 ，OK， 好，谢谢华先生，请入座。那我们接下来再继续请出的是我们天猫品牌营销总监修庆女士和芭比布朗中国区彩妆创意总监芭比先生上台，来跟我们小凯再合照一张。好，来请摄影师帮我们留下这美好的一刻。OK， 好，谢谢。好，那接下来小凯，请你跟我们的粉丝一起合照一张，好不好？然后以摄影师会在这里，然后好，大家保持秩序好吗？小凯会确保跟每个人都在同框。好，我们就三个方向，然后这个方向、中间和这边，好不好？来，好，摄影师准备 ，OK， 来跟小凯一起合照。大家戴好口罩哦，今天有认真定妆，对不对？好。好，来中间的粉丝来一张。OK， 这边的粉丝来一张。对对对。好，准备好，赶紧的，跟小凯一起合照。哇哦 ，OK， 好来。好了，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那我们小凯老板最后再跟粉丝再说几句话。喂，感谢大家今天来支持，然后呢也希望大家能够一直支持我们Bobbi Brown 品牌。对，然后呢希望大家最后有一个欢乐的一天，谢谢。谢谢小凯，也希望大家能够接下来就像小凯之前说的，就是用我们 Bobbi Brown 的产品来打造自己的真实之美，更重要的是发现自己的个性和自己独特的魅力，好吗？那今天的活动就到这里了，大家其实可以关注 Bobbi Brown 的微博、微信还有小红书，可以预约跟我们的彩妆天团的线下的一些见面学习技巧，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天猫旗舰店。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就到这里，也谢谢小凯今天来现场，谢谢，然后谢谢各位今天来到现场支持我们。 OK， 拜拜拜。Have you really welcome, have you really got a taste to feel sorry for you?